哦呦，哦呦，哎，他这边的地表一格一格的耶，我应该还不会受伤吧？好，没事，我血多，我可以撑个几秒。他这边地表啊，长得好奇怪哦，它是一格一格的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方格一个方格，然后可以通到虚空，应该没什么秘密吧？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秘密，不过蛮诡异的地方哎，而且它有一个锯齿哎，它那个不是平滑的。超奇妙的，那我们先上去吧。我们可以先去打那个蜜蜂。哎呀，我又来了，上来上来了上来了。好，那我们去打那个蜜蜂吧。啊，这个洞，不过这个空间被我打开了耶。它这样会不会跑掉啊？蜂巢灯，蜂巢灯可以做吗？哎，做不出来哎。召唤蜜蜂，哎呦，感觉我会被织成马窝蜂，马蜂窝，这就是蜜蜂哦。蜂王，他叫了工蚁，哎，工蚁长这样，哦，好痛，好痛，打人超痛。等一下，哎，我掉下去了，别，你们不要掉下来，先不要。好，蜂王啊，哦，这个打人好痛，等一下会死，好痛哦，哇哦，哇，好多哦，他一直生哎。狂生工蚁，诶，工蜂，工蜂，哦，是工蜂，长得太像蚂蚁了，它也不会飞啊，跟我们想象中的蜜蜂有点不太像，好吧，来一个必杀技，超 SA， 哇，还没死，它还有一万滴，好，再轰一发好了，再来一发，必杀，以我的妖刀之力。以我等级作为代价，啪啪啪啪啪啊！我们必杀技大概可以砍个4000左右。哎，它不升哎，升不出来了吗？大概有4000多的伤害。然后解决蜂王，好，有雕一个火箭炮，蜂王雕像，然后蜂王榴弹炮，好，榴弹炮来试枪一下，来试这个。先轰你，哦，哦，就这样，16滴，好像可以把人家击退一下，哎，有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也没有击退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目前就先这样，主要是挖矿跟两个 boss。那我们先回家一趟好了。逮住不？哎呦，哎，他讲话了，他刚说逮住不？有不同的语音了，除了喘气之外，终于有不同的语音了。他刚好像有喂我吃东西耶，我饱食度又满了，好像有喂我吃东西，太棒了。那我们就该怎么办呢？好，那就暴风，那就出发吧。好，哎，我们又要去下一个世界，好快哦。哎。应该说爵士世界还蛮快就能搞定的，没有太复杂的东西。来吧，下个世界，暴风，水之暴风。哦，来了，好像那种珊瑚礁，热带珊瑚礁的世界。哎，这边的树都是珊瑚礁，哎，只是水，它没有灌满水。哎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白色珊瑚。哎，这个、就是珊瑚，哎，这个珊瑚。有什么特殊吗？白色珊瑚礁没有啊？那来暴风来逛逛。暴风，前面是终结者，他有两颗头，这个有两颗头。哦哦哦，两头怪，他嘴巴好大哦，两头怪。哎，前面有这个是什么？嗯，空羊，空，哎，空。他名字翻的有点奇怪，哎，这个好像那个叫什么海獭，不是海獭，那个，哎，是海獭吗？海水水豚，哎，到底算像什么动物啊？他头的好扁哦，他的头扁扁的，对，有蹄类的动物，这是什么海问号？这名字怎么翻成这样？啊，他没有翻完整，海问号。
这个什么海王星，这听起来好强，海王星，这个看起来很像稀有怪物，不知道是不是海王星。好，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高度还蛮高的，等一下可以地底下挖挖看。这里的水，暴风石头。嗯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哎呦，看到建筑了，就在前面。这个盖的好斜哦，它是比萨斜塔，盖到一半又斜回来耶，往右斜，然后最后又把它斜回来，这是什么建筑？奇妙的建筑风。好，这个是什么水能灯？好，那它应该是这个世界的荧光石。我们去楼上看一下。哦，是你吗？梅尔法师。哎，这边是狩猎怪啊，就是这个狩猎怪。哦，加蛮多的，哦，好多，而且它的生怪砖好多哦。哦，也是有两个砖。这里是哇，长得好奇怪哦，艾菲利亚，艾菲利亚，他们的声音好怪哦，没办法打，哎，他会倒水啦，这个怪物会一直倒水，什么怪物啊？这怪物好讨厌哦，这感觉没办法放在我的生怪塔里面，因为他会倒水的话，会把我那个东西冲坏，奇怪的怪物 ，A 走 ，A 走 ，A 走。哎，你们先不要吵，必杀。OK，我们必杀好像连这个都可以打，但是伤害不高，伤害好像只有一滴一滴一滴，只能打一滴。好，走人走人。之后带回去刷吧。啊，那就继续找一下这边的地方。我刚刚好像记得有在附近看到一个。看到一个建筑，跑去哪？啊，这边有暴风的祭坛，这边的祭坛是什么？哦，水符文的，水符文的好像蛮低阶的，就是我的等级好像足够啊。这个吧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里有一个水能祭坛，我们只要给它纯水石召唤。哎呦，哦呦，好大只，这么大一只。哇哦，是一个特殊 BOSS， 这个没办法。哦，他要跳起来，等一下，哇，往我这边跳，哎，这边没办法用一般的方式攻击到他，我们必须攻击他，取得一些。哦，他会往你这边追，啊，我们等他召唤那个东东，我们等他召唤一个奇怪的生物才行。哇，他会跳上你的脸，哎，太可怕了吧？啊，我们要打他那个守护者，打他守护者。红红的那个家伙，我们放个必杀技应该打到他吧。我斩 OK， 然后我们要取得他的掉落物。哎呦，他直接冲我脸，而且我们没办法对他造成伤害，我们需要用这个水能宝石勒，水能宝石啊，然后来破他的护盾。是点他右键吗？我来看看啊，水能宝石，哎，有效。哦，消耗掉了，消耗掉了，他好像有在扣血，但是他打人好痛哦。好，哇，这边需要大量回血，我们刚刚丢了十几个，好像才三分之一耶，所以我们这样打死他的话，哎啊，不小心传送回来了。我们要打死他的话，不知道需要收集几个啊，不知道几个，哎啊，人不见了，啊，被刷掉了啊。啊啊！这刷掉了，我才回去一下下就被刷掉了。不，第二次挑战，来吧，快跑！等他下去去升，等你升，他好像自然会升，我们不打他，他也会升。哎呦，他跳！你下去哦，你给我下去哦！啊，哎呦，好，这样还跳上来吗？不要乱跳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等它生一坨。我们目前19个，让它生一坨，这应该够了。这一坨应该够打了。OK， 下去。要冲我脸吗？会，
好，57个，应该够了吧？这些有有有，一组了，一组了，来吧，来破他的护盾！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可他一直撞我，怎么破破破破破？他一直撞我，破破破破破！呦呦呦！我们是要攻击他，可是我就会被他攻击到哎。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停止他的行动，可以让我安全的放这个嘞。放放放放放！有有有在消耗，一半的一半的半血了，但是我也快死了。只能这么难打吗？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式？哎呦，他怎么跑到我脸前了？赶快用它！好，赶快哦，50滴，50滴，用一个那个才耗50滴啊！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哎呦，应该是我们这个等级模组让他血量太高了，他以前血量可能没那么多吧？用的那个宝石可以减少他50滴的血量。但他现在血量太多，哎，不见了，哎哎哎，痛痛痛痛痛痛！哇哦，我跟像，差点死掉，来，来呀，来呀，大胖子下不来，好，那个小怪可以下来，哦，小怪下来了，小怪下来了，哎哎哎，对，他整只下来了，等一下，他整只下来了，这个洞刚刚好容纳他哦，整只掉下来了，哎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整只哎，这样会不会卡住它？哎，哎呦，卡住它了！我们把这里围起来。哎呦，刷怪呀，定住它了！哎，我们这样就可以安心打了耶。啊，东西，我要吸到，我进去一点，我有点吸不到。定住它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冒死去吸东西，应该就可以。哦，哎，冲出来了！真的假的啦？太夸张！你怎么冲了出来？等一下，等，先不要。他居然可以从这个洞冲出来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冲的？他真的会穿墙哎、欸！然后啊，但是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打他。有，这个角度刚刚好，趁他还没有冲的时候。有，还有20几个，哎、欸，不够哎、欸，一组不够哎、欸，不够，花光了哇！小怪，花光了，居然不够用，他偷补血啦！快，宝石，哎、欸，又一组了，我捡到一组宝石了，赶快回去，好，啊，他把我卡住了，先不要哦，哎、欸，堵起来，哎、啊欸，你不要过来，你这次过来就碰到水了，啊，等一下我被他定住了，我被他卡住了。等一下脱离，哎、欸，我把它脱离了，我把它脱离了，好，哎、欸，脱离，我把它送上去了，我先把旁边这个挖掉，然后我先把这里堵起来，哎、欸，好，脱离，好 ，OK， 这样水应该差不多 ，OK， 我们等它在这个陆地上，啊，来了。好，这个位置应该可以，耗他血吧。怪物好多，我们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这里可以吗？啊，我不想把他脱离了，等他回来。啊，回来了，好快！来，这个转角，有在使用，有在耗血。来，小怪清掉。OK， 这样就没有补血了。快死了，不够！哇，我还有，解决它！哎、欸，有了，解决了！哎、欸，第二条血量，哦，解决了！哇哦，终于解决了！哇，有够麻烦的这家伙，有够麻烦的。